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本《古风泥》啊，是尚书画出的。然后我把塑封打开。好啊，塑封打开来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内页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它旁边都有注释啊，做的还可以。题字的不多啊。这个价位，好吧，好，那这本书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啊，再见。